大家好，我是阿杜。现在哈，就是他们杀完猪之后，应该这个是早餐哈，他们就是煮了一点猪杂，然后就是叫我们一起去吃这个早餐。然后他们也比较热情哈，盛夜难却，恭敬不如从命。咱们现在就是吃早餐，兄弟们。大山里就是这样哈，他们也是确实比较热情，然后咱们是没有筷子，然后叫他去拿一双。好的好的。有筷子是放家里面。哦，放家里啊。你中文讲得好啊，那你学呢？这个是猪杂，朋友们哈，就是脆肠。这个是脆肠，然后这个是猪肺，猪肺哈。那么个猪肺还是苦的。那么一个猪肺，那不能煮啊！这妈也不正常，炖到半生到半天啊！一个猪肺，我不怎么煮啊！主要是没有彻底的洗。哦，那反正人家能吃就行，他蘸辣椒的可能无所谓。到出去。哎，等久没有？这个猪肺呀，刚煮出来觉得还很有嚼劲哈，虽然苦一点，但是有嚼劲啊。汤能喝吗？这可能是苦胆没有去掉，是苦的很。但也不对，他们好像也很会处理呀。还要不要大哥？鸡巴长嘛？还要不要？锅里面有啊。哦，你吃吧。还没吃饱了。啊，好嘞，好嘞。这多少块？我给你摸。上人到那吃鸡精的好。哎，你说干嘛？认真成公交？还有多少？好多，你怎么不吃呀？吃饱了，吃饱了。你今天是吃不了了。又去装了一碗哈，因为虽然苦一点，但是新鲜的，感觉到很有嚼劲。你搞点嘛，比以前苦是吧？不咸。
主要是这个肺，因为刚杀出来的嘛，它比较新鲜，所以吃起来还柔软的很。小弟都看到你半个，只看到你半个脑袋。在这里是谁看到？来鸡是不是呀？现在就是在这个小丽的家，在她家哈，吃年猪哈。嗯。非常的凑巧，刚好碰到他家杀年猪哈。你把他们弄完了呢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还不是在那现在杀完的这个猪肉块哈，切了以后就在这里炒。来给行啊，这个东西好像是个大桶，但是也能炒。这可能没有锅好炒哈，有锅的话它有泼豆哈，这因为这种一个大桶它没有泼豆，全靠力气。现在炒的这个是等一下要招待几十号人哈来吃的东西。这个锅的话看来起码用了好多年了哈，上面已经变成这个样子，但是在他们这边都这样。让我让我把全部这个哈，你走。这个又是送的什么菜啊？啊，这哦，就买的哈，专门买的菜。这是小丽的爸爸，哈哈小丽的爸爸去买了这一桶酒哈，然后等一下酒哈，然后全村人等下来吃是吧？小丽，对，这个20公斤，20公斤。然后又去买一点配菜。他妈他爸。哇，这个辣椒的用量也挺大。够不够？够不够？够了。肠子这东西好吃，但是洗起来特别难洗，好费功夫哈。一早晨很早就出去买东西了哈。是啊。哦。好，应该是6点。六点啊。哎，确实很勤奋。早晨起来很早，我就听到你说话了。这是小丽的爸爸。
哦，这个笋啊，这个冬笋，刚才刚刚好像是，他们到地里去弄的。这个笋是刚才是谁去弄的？嗯，是这个笋，竹笋。这是我爸去买。哦，这样子的哈。这是装什么东西？装什么东西？他听不懂中文。这是小丽的弟弟。小丽现在在砸巧料，是不是小丽？里面装的巧料。哦，是花椒。方法真好，把这个胡椒给它砸的稀碎。这人的办法真多哈，本来这个胡椒人家是有一个机器弄的，但是小丽的话用锤子锤也给它锤的那么细。你这个弟弟这个疼不疼？我的天哪，年轻跑得快呀！你看这个还有这个。哦呦！我有。我有。看他们跑骑车，像飞快的哈。你。摔两回就老实多了。你看他们年轻跑得快呢，就是，搞两回就不敢了吧。我的天，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在大山里骑摩托车哈，没有哪个人不摔，基本上都会摔。这个就很厉害了，我的天。好，摔的就很厉害了。小林，你骑摩托车有摔过跤吗？我不会开车。哦，你不会骑摩托车啊？我不会。哦，这样子。还不会骑。朋友们哈，现在他们灌的这个一瓶一瓶的，然后等一下全村人来了，就是一人一瓶，然后就是把白酒装在这里。这些瓶子是他们刚才在外面去买的哈，然后这是小丽的弟弟以及弟弟的同村的伙伴哈，看他们面孔都很有点稚嫩，都很年轻。哇，他们现在把这个白酒哈，上面绑着吸管当饮料喝啊。嗯。当饮料喝。一人一瓶。对，一人一瓶干得完吗？他们上面绑个吸管，当可乐就喝呀。好，咱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